上个月我卖这个东西，老有人不信，结果好评如潮，不信的人啪啪打脸。就是这个小东西造福了很多老外，却还有很多中国家庭不知道。很多朋友问，这玩意儿应该挺贵的吧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厂家直销一件都不到一包牙签的钱。天哪，长在我脸上30多年的陈年黑头一下全都出来了，这也太神奇太好用了吧。最后一批，最后一批，之前买贵的都可以退款拒收了。有人在我们视频下面问，你们家的平和按摩膏真的这么好用吗？我想说，您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但凡有一个人用了我们家平和按摩膏没有清理掉黑头闭口粉刺的，你回来找我，我给您全额退款。如果说您有肤色暗黄、毛孔粗大、鸡皮长痘、黑头粉刺的，那您看到这个视频真的有救了。每次洗完脸涂上它，黑头粉刺不用挤，自己就能浮出来。洗完脸你会感觉皮肤光滑的一个度，使用一周肤色就会有明显的改善，孕妇宝妈全家都可以放心使用哦。视频下方链接是厂家供货链接，记住仅此链接是正品，我们郑重承诺质量保证，您买贵了包退，不好用包退，心情不好也包退。速速点击头像或者查看详情购买吧。